今晚整个大餐，来个蒜蓉粉丝开背虾。白灼多简单，干嘛非要带上我们大蒜？不嫌手上有味吗？就说你们大蒜自己咋不上劲呢？净化一下，把这臭味给去掉多好。这锅也能甩给我？你不脸红，香味别吃不就完了吗？这下我洗干净了，嘿，看你小子还有什么可说。真正一点常识都没有啊。这臭味是我身体内的蒜素源与蒜氨酸酶相互作用产生的，水洗可是去不掉的。味道竟然还在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味太臭了，全真洗不掉。要不你摸摸我，不锈钢可以去除很多异味的。你个水龙头瞎掺和啥，烧钱出你的水得了。啥？难道摸不锈钢真有用？不锈钢、空气、水分子同时接触产生的触媒作用，可以把异味分子结构分解还原成无味状态。你不信闻闻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毁我？你居然真的不臭了。不锈钢果然能去异味，妙啊。哎，全都是自来水，嘴巴都快淡出鸟了。这是啥？我也尝尝。不行啊，这是白糖，你不能吃的。要的就是糖，咱们花卉自然生长时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糖分，被摘下来后自来水的糖分不够，再不补充我都要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嘿嘿，你爱喝糖咱也爱喝糖，兄弟们上。啊！哪个孙子在搞我？哎呀，糖分多了导致细菌滋生，更妨碍你吸收。你好几块钱一只，不会死掉吧？呸！死个锤子，滴点八四消毒液就好了。八四具有强氧化性，能杀死细菌，从而减少水质污染，延长生命。哎，好好好，马上滴。嘿嘿，八四加白糖又能提供营养，又能抑制细菌生长，再也不用担心两天就蔫了。咪咪，你怎么了？猫应激反应你都不知道？应激？我怕它家里蹲太久了，以猫才溜溜它的。天哪，你竟敢溜猫？猫的敏感程度在动物界是遥遥领先，天生就胆小，它们应激起来可不得了，小子跑得无影无踪，流氓乱尿大泽。实在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大泽咋了？丧命。丧命。咪咪，你别死啊。你咒我，都怨你，非得拽着我出来。你咋会说话了？哼，应激了呀，一出来到处都有蛐蛐，我这残废的身体哪里受得了啊。那快下来，我们回家。哼，跟你在一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我不要。以后记得带不透明的背包，这样他就有安全感了。帅哥，我觉得你很懂我耶，你领我回去呗。咪咪别走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。说你呢，走远点，这块地盘我说了算。这可是葡萄园，该走的植物是你吧？没看到这么多葡萄就栽了我一颗玫瑰，我可是要继承皇位的，跟我斗没好处。哟，这不是尊贵的太子殿下吗？怎么都长白粉病了？怕不是偷偷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吧？切，我虽然生长环境跟你们相似，对土壤的养分、水分等有要求，但是我身体娇贵，也更容易感染你们葡萄园容易感染的细菌。哎呀，轻点儿，讲不讲礼貌啊？这才能体现我是真正的太子，懂不懂？幸好种了玫瑰当做葡萄藤病害的早期预警器，我得做好防护措施，免得宝贝葡萄们也遭殃了。什么？原来我才是你们 play 中的一环。我的宝贝玫瑰终于有大盘花骨朵了，可得给你好好上上肥，这下我就能收获一堆玫瑰花了。大哥，你这肥味不对啊，吃着像是氮肥，我更喜欢吃磷肥啊。氮肥磷肥不都是肥吗？你别挑食，好好吸收，安心开花吧。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氮肥吗？就你小子
也别抢我的肥料。这是主人要我开花，特地给我加的营养，你别抢啊！看你能的，没听说过蛋长叶子，磷开花，你吃个磷的，拿什么跟我争蛋肥？拿来吧你！哎呀，舒服了，我好饿啊！完了，我的玫瑰怎么掉花苞了？专家，快来看看啊！玫瑰的花苞期加氮肥，会让它从长花朵的生殖生长，起早转回了长叶的营养生长，养分都用来长新芽了。花苞没营养，自然就全枯萎脱落了。悔不当初啊！要是加磷肥就好了，可惜了我的花。兄弟，你尾巴咋这么短呀？这都怪养猪场的无良老板。我出生三天，他们就拿断尾剪把我尾巴剪断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也太惨了！你看我的尾巴就好好的，我咬给你看。你太过分了！这诱人的小尾巴我有。谁咬我尾巴？哎，好难受！哎呀，猪尾巴被咬破的话，里面的血管很容易受到病菌感染。这下赔大了！看来我断尾也有一定的好处，起码不会突然暴毙。你确定不是嫉妒我们有尾巴吗？吃饭就吃饭，你尾巴别一直打我。我控制不住它，干饭也阻止不了我摇尾巴。我吃的不比你少啊，怎么你比我壮这么多？还不是因为你喜欢摇尾巴，听说摇尾�巴能消耗我们全天能量的15%呢。哈哈，断尾好处真不少，既能省饲料还能保护小猪，赚大了。哎，大哥，这貌似是要给咱洗干净吃掉咱呀。放心，就咱身上的农残我不信还敢吃掉咱。哎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大哥，这是盐水，准备来消除咱们身上的农残了。放心，盐水浸泡咱，农残更多。浓盐水会产生渗透压，不仅破坏咱表皮细胞，还会让农药渗透到细胞内，农残不降反生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可得想想办法了。大哥，被他惊见了，这可咋办呀？咱要被吃掉了。放心，除非他用淘米水。大哥，你咋把方法说出来了？放心，现在他上哪里去找淘米水？但是我有比淘米水更厉害的植物浓缩配方，可直接接触食物，且母婴可用，用它我才是可以放心了。你这皮皮虾咋回事？怎么变绿了呀？变质了吗？没变质，你就放心吃吧。啊，我不太信啊，你这看起来有毒哎，你是不是被迫吃了杀添加剂，还是重金属超标呀？怎么是绿的呀？瞎担心啥呢，我这是生孩子才变绿的。什么？生孩子会变绿？哦，难道是你老公？你老公绿你了？你才被绿了呢，让造谣小心律师函哦。产卵季节，我体内的卵黄蛋白和血卵蛋白会结合，加热分解后就变成了绿色。你早说嘛。